快乐的一天从巡查外挂开始。嘤嘤嘤，大家好，我是川天侯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巡查。今天又是遇到一个大耗子，最近耗子特别多，可能是开春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庄稼也快熟了，耗子们也开始活跃起来了。目前已经淘汰了38人，除了队友还剩下4人。地图显示这四个人都在一起，应该是一队人，就在前面防区。我们来看看大哥的操作，对面的人也是很警惕，应该也听到大哥的脚步声了。队友也过来了，直接扔了一颗雷向房子里面的人宣战。我晕，大哥也是看到了对面的想扔雷，果断把对方身边的空气打掉，让对手当场吓尿。过了一会，大哥的队友也都来了，对面的也是知道了大哥的来历，都纷纷出来求饶。但是有一个人就是不听话，就是不愿意出来投降，还想偷袭我们大哥，差一点就把大哥送回家。还好大哥身手敏捷，躲过子弹成功反击，这下知道错了吧。最后41杀吃鸡，啥也不是，直接封号十年，吃鸡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么么哒么么哒么么么么哒。